Hello， 大家好，好久不见。今天的视频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脸上这一个妆容。那我出这妆容是为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上班的一个小小的心得，就是因为我现在在的这家公司呢，比较缺人事的这样子的一个岗位，所以呢，我本身岗位不是做人事的，只是最近呢在兼职做一些人事的部分。那一天呢，就有看到有仙女们在私讯我，问我说一些面试的求职经验，那我就想到了我这份工作目前为止这一个多月以来的一个经验吧。因为作为小小面试官的我，也是面了不少的人。我觉得面试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让面试官喜欢你并且决定录用你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那今天呢，这个视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觉得比较适合面试的一个面试的妆容，那就是我脸上这样子的一个妆容，是属于比较是温柔型，比较是无害感的一个妆容。因为我觉得门面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你的第一眼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面试呢，化一点点的淡妆，稍微把自己穿着打扮弄得比较精致，比较舒服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对一家公司呢和一个面试官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尊重。就是如果你也是即将出入社会，即将开始求职，或许这个妆容对你来说会有一点点帮助吧。因为我目前为止面了那么多人，其实有很多人我觉得他们都来面试的时候一点妆容都没有，然后脸色就是非常的糟糕，第一眼的感觉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对待你自己就没有很用心。所以这是我一个作为只做了一个多月的很兼职的面试官的一个小小建议，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稍微得体一点，不用说话穿得很华丽千万不要，那稍微穿得比较气质一点，稍微淑女一点，或者是稍微白领一点点都是比较好的。那稍微妆容也要整理一下，妆容呢以清淡为主，千万不要有太厚重的底妆，然后也不要有太夸张的修容啊，也不要太夸张的眉毛啊、眼妆之类的。所以这个是今天完成的样子。那如果你好奇我如何画完这整个妆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好，那 primer 部分呢，我最近就用回来这个 Laura Mercier 他们家的 primer， 然后我用的是 Radiance。那我最近很喜欢它，我觉得它在底妆之下呢，能让皮肤看起来有种自然的光泽感。我一般喜欢从这两边脸颊两边开始上，然后有一点带到额头跟下巴，然后鼻子的部分呢，我会比较少涂到。你看到没？脸上会有个很漂亮的光泽感，但它不会就是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毛孔粗大，所以这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而且它可以让底妆比较接近皮肤，然后持久度也会增加。做完底妆部分呢，我就来做一个遮瑕的动作。我最近喜欢遮瑕先上，然后再上底妆。那今天用的遮瑕呢，就是这个呢是我买蛮久的，是Make Up Forever 他们家的这个五色的遮瑕盘，它里面就有五个颜色。那我最近比较喜欢用的就是这个橘色。橘色的话用来校正黑眼圈，像我这样比较严重的黑眼圈，效果会比较好。但他们家的东西比较干，所以一次不要上太多，不然眼下会很明显的卡纹这样。这样看起来是很可怕，但是等一下上完遮瑕就好了。OK， 好，那接下来呢，上完这个之后呢，就是遮瑕了。遮瑕呢，我还是用我的心头号，Maybelline 他们家的 Age Remind， 然后我用的色号呢是 Light， 我很喜欢这个是我真的是万年真爱，就永远它都不会出任何的问题的。然后我会像这样子，直接遮在黑眼圈，这个用量不用怕，它就是。我觉得它好像怎么用都不会过多，它就是非常好用，我很爱。它遮瑕力非常的好，那你们怎么从镜头上看，这一块是有遮的，就遮瑕力非常之惊人，然后惊人之余呢，又不会让你的妆看起来很厚，而且不会很干，这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好，那接下来底妆的部分呢，我就要用到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
是 CoverGirl 他们家的 Ready Set， 然后我用的色号是105，我已经很久没有用这一罐了，我不知道，这个颜色现在 O 不 OK， 可能还是有点太白，会太白，没关系，大家用修容把它遮掉就好了。我会选这一罐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比较轻薄。那我觉得如果你是面试要用妆容的话，不要上太厚的妆，虽然不是那种光泽很强的粉底，但比起那些夏天使用的粉底来说，它算是比较属于没那么雾面的。好，上完底妆之后就是这样子。我最近很喜欢用这个 Becca 他们家的高光液态高光，它好像是 Moonstone 这个颜色，我觉得颜色非常好好看，然后是上脸有一种很漂亮的光泽感，然后鼻头一点点，然后嘴巴一点点，还有下巴一点点，看到没？看到光泽感了没？光泽感超强的。好，那就是这样，看到没？我好喜欢这一款那个高光哦，就是它让你皮肤会呈现一种很透亮、很水嫩的感觉，就是光泽感，就像是让你皮肤天生就是这么水润的感觉。鼻影的话呢，我就是用我万年最爱的这个 KimMake 他们家的鼻影修容，这个真的很自然、很好用，就是你放再多呢，你都不会有这种违和感，就是裸妆的必备神器。你看到没？马上侧面跟这边的一个对比，超明显的，有没有？然后还有鼻头，因为我鼻头很大嘛，所以我喜欢在这一边鼻翼这边，然后稍微看到没，两边有明显的区别吧，是很自然。它这个鼻影我真的非常的喜欢，它就是怎么涂它都很自然，而且搭配任何妆容都没有突兀的感觉。接下来就是修容的部分。修容的话，我最近就用回来我前一阵子很喜欢的这个 Tarte 它的双色修容盘，它是这样子的，一边是高光，一边是修容。之前我都有跟大家分享过，它这个高光很漂亮，你可以看得到。你看，我很喜欢这个高光，但因为今天我已经上了这个，我今天就不示范这个，今天就主要示范这个，比较灰调一点的修容。看到它属于比较灰调，我还蛮喜欢这个，但这个上鼻影会稍微有点重，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都是拿它来修脸颊的修容而已。然后今天用的刷子呢是这个，是 Wet n Wild 他们家的，好像是赛红刷吧，它是比较稍微扁，但是比较那种松散的那种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来修容的话，就是线条不但不会那么明显，会比较自然。主要这个地方要收回去，所以这个地方要加强一点。然后因为我脸这边比较大，所以有时候我这边也会稍微加强一下，额头会带到，因为额头也是大，反正整个脸就大。切记就是面试的时候修容不能打太深，要不然我常常就是面试到的有些女生就是很明显腮帮子这边有两条灰啊棕的痕迹，我就觉得很难看。所以切记不要妆感，然后还有她修容线条感太重，就尽量以柔和的线条为主。接下来呢就是定妆，就是哪怕是这样子比较glowy 的妆容底妆，我还是觉得要定妆一下，因为毕竟现在天气比较热。但是呢，定妆的话，我们来做一个局部定妆就好了。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用的一个散粉，就是这一个，是娇兰他们家的，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如果我查到的话，我再打在屏幕上给你们看。它真的好好闻哦，它这边还配了一个这样的镜子，可不可爱？然后里面是这样子的一个粉扑，然后里面是这样彩色的球，味道超好，很像那个婴儿闪粉的那个味道。然后它定妆效果极漂亮的，就是虽然说不是那种很 hold 得住妆的那种定妆，但是它让你的底妆看起来很无瑕，就是很像婴儿
婴儿般的肌肤的感觉，而且呢你出油之后呢它都不会有任何的浮粉脱妆的现象，因为像有些定妆粉那定完之后出油之后你会感觉到那个粉加那个底妆是这样浮在整个油上面的，而它真的不会。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真的我要回购，轻轻按压再演一下就好了，不要去带到就是刚刚打过高光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鼻翼啊，侧针比较容易干的地方，不要干，比较容易油的地方。然后呢，今天我要用的呢是 NYX 他们家的这个，它是三头的，一头呢是眉笔，然后中间呢这个是眉粉，再来呢后面这个是眉胶。我现在今天要走一个比较自然的路线，所以眉毛呢就尽量填以填平本身自身眉毛为基准。所以我就一般情况就是顺着毛流走，前面呢往上很轻很轻很轻，然后后面呢是往下，就是完全顺着自己毛流，稍微把它填浓一点点而已。我现在眼睛好干，因为现在是晚上的，现在是晚上的9:30，我刚刚是卸完妆然后再来录这个妆容分享，所以我现在眼睛已经戴了蛮久了，眼睛有点干，大概是这样，有点填平的感觉。好，要不然我就再加一个这个眉胶好了，好随意的今天，因为觉得好像从镜头上看有一块黄一块黑的感觉，就再加一下好了。画完眉毛之后就眼影啦，这次眼影呢我要用的就是这个之前有在爱问分享里面跟大家分享过的 Colourpop 他们家的眼影盘，里面的颜色呢是比较偏大地色系一点，是这样子的。我之前我已经有在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试色在爱问品分享里面，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那一支爱问品视频。那这次我要用到就是主要还是前面这三个颜色，因为我觉得面试的妆容的话还是以清淡自然大地色为主，就是不要有太过于夸张的眼妆。首先呢我就要用这个最浅的颜色做一个眼窝的打底，眼窝的地方呢就是你知道眼窝的地方这个地方戳进去有个骨头的地方，然后用画圈的方式这样来回晕染，好，稍微做了一下眼窝打底之后呢我就要用这个比较深的深棕色做眼窝外围的一个颜色加强。其实我画眼睛的方法呢一直都是差不多像这样子，然后我稍微带到一点眼下，好，那最后呢就是用这个比较亮一点的珠光色，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带黄调的珠光色，这样子，然后打在眼球正下面这个位置，有一点点提亮的效果。然后呢，再沾一点点刚刚的珠光色，轻轻打在眼球正上方，一点点就好。那就是眼影画完就是这样子。那我今天就不准备画眼线，其实我一般出门呢现在很少画眼线，如果你觉得自己眼睛很亮神的话可以稍微加点内眼线。今天要用的睫毛膏呢是 Misting 他们家的这个双头的睫毛膏，那我今天只用单头，他们家的睫毛膏就是纤长效果非常好，你自己看有多长，这么长没有了，现在因为我往上看所以看起来很长，但是其实就是正面看的话没有那么夸张，然后它涂下睫毛也是非常的厉害，我很喜欢。那眼影画完之后呢就是我的腮红部分，我这次用的是 Wellwell 他们家之前出的那个限量的腮红，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限量，他说的是限量，然后它是这样子的一个膏状，颜色我觉得很可爱，是这样子的颜色，看到没，是
就像这样子比较有一点水润的玫瑰色吗？有点橘，有点玫瑰的颜色，我觉得很好看。主要上在苹果肌的地方。这款腮红呢是自带有一点点光泽感的，它不是带珠光，它就是比较水润型的那一种，有点像唇膏，那有种水润的感觉，看到没？它是这样，它不是雾面的。然后微微的就好，好，我现在赶快要补一下唇膏，不然我现在觉得我看自己像那个死人一样。好，最后呢就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如果没有唇膏，就像死掉一样，我现在就像长那种扎纸人。纸扎人不扎纸，纸扎人的感觉，所以赶快来上唇膏。唇膏是呢，我用的呢就是美康粉黛他们家这个雾面的唇釉，是红豆这个色号。好，我想这个颜色，我想这个颜色和那个叫什么？那个枣色，枣色也很好看，它是那种豆沙色。好，那整个嘴巴上完就是这样子。那我今天是希望嘴巴稍微再嘟嘟一点，所以我后面会再加一个 YSL 他们很久很久很久之前的吃的一个唇釉。如果你有任何的润唇膏，这种亮油的都可以用。然后就是我想点在嘴的中央，让嘴巴看起来嘟嘟水润一点。有没有看起来就嘟嘟的，就在中间一点点就好了。好啦，那今天就是这样子一个面试中要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面试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第一面真的是很大一部分决定了人家是否要录用你。那今天呢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子妆容，眉毛部分就是比较简单带过，不要画太挑的眉毛，然后尽量以平眉为主。然后脸上呢，我就保有原来的光泽感。你看，我超喜欢这个光泽的，这也是我最近常常画的一个妆啊。以上就是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啦，我们下次视频再见。